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大家好，我是娃娃。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和娃娃一起玩游戏了。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叫做价目版的游戏。对，对，它很像微信小游戏里面的跳一跳，对对，但是又不相同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到底怎么玩的，也非常有意思哦。想要看到小柴玩具屋更多精彩的花絮和视频吗？扫码或者搜索小柴玩具屋公众号，关注我们，并且发送视频两个字，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视频了。嗯，我们刚刚已经哇哇手残试了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比赛。我先玩好不好？我先来啊。就是你木板呢会根据你按压的时间来画出它的长度。不算不算不算，彼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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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来。哇，很好。哇哦，哎呀不对呀，这不是我的真实水平。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怎么玩。我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。这不是我的真实水平，娃娃。看，成功。哎，很好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不错，为什么都是不错？你看这个，哎，又不错，很好 ，perfect。哇，这个比较难，你看还很好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每次都在正中央啊，能弄的。你不是刚试的时候还不行吗？那是，假装不敌，假装不敌。你看这个是很难的，哎，你看完美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哎呦，不错。这个就很难了，哇！但是没差一点点啊！不要骄傲，我告诉你，不要骄傲啊！哇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不错，很好。这个呢，还行吧。这个好远，好远，好远，好远。不行，你得看分数啊！你得看分数啊！280多分，我看到了，看我得到了282分。好，娃娃282分，恭喜！娃娃，我要给你展示我的真实的视频。嗯，这句话，刚刚好，听了好多次。没有，刚刚我是在隐藏我自己的能力啦。哇，完美，厉害厉害！完美完美。哇哇，很好。哇，又完美。完美。真假的，小窝姐姐。真的，刚是在隐藏自己的能力。我才走了几道就已经100多分了。真的吗？我108分。厉害厉害厉害，跟我280分也差不了多少呢。那我再比一下，我要挑战500分。离远一点比较容易把握方向，比较容易把握好它的。是啊，我感觉我刚刚就是失误了。完美，很好。哦，天哪！怎么就这么好？你的运气，你的技术，对，这实力。哎，我已经，这什么呀？上。这什么呀？哇！哦，我解救了一个狗。我的天哪！我打破了几个
姐的记录。那是我的记录。你的记录吗？你刚才竟然有一个300多分的记录。嗯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哦。天哪！你这个是玩不掉的，玩不死的。救到了一只小猫啊，小狐狸。我已经找到玩这个游戏的秘诀了，就是你要把它摆得远一点，方便你判断它们的距离。我刚刚是太近了。啊！哇，你还是好厉害哦！我觉得还可以。448分。448。今天这个加模版的游戏还是很有意思的，哇哇，又一次实力获胜。我已经愿赌服输了。嗯，那小朋友们还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也可以自己下载来玩一玩哦。叫 Plank， 英文名就叫 Plank。然后，如果小朋友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，给我们点赞哦。对，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就可以订阅我们了，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视频和抽奖活动。而且小朋友们还可以在爱奇艺上加入我们小长猪的泡泡圈，就可以看到更多更有意思的花絮了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